宜兰人好像特别喜欢吃这种细面。哎，真的耶，他们的面段是比较偏细。那这种细面呢，刚好可以把所有酱汁全部扒在面上面，这样吧。嗯，怎么都没有遇到小哈他们啊？好紧张哦，他们速度很快耶。不会不会，他们不会进一轮的吧？到了到了，哇，这边还有好多店哦。哇塞，啊，到了。啊，他们在这边。哎，刚好啦。有冷气，太好，有冷气，小哈对吧？两碗而已哦，四碗的。你手上面一堆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老板送的，老板送的。哎，你们要不要？你们吃完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周哥，我们先点吧。假的，点餐点餐。哎，那白木很好喝，给你们喝。是假的，快吗？我觉得有，他们骗的。嗯，好，开始够。哎，好像港式捞面哦。对呀，像这样给了好多哎，麻酱超多的，三十块很舍哎，太便宜了啦。哎，他们阳春面汤的才25哎，这个在台北汤就卖30了，太夸张了。你这样看也又有点像那个凉面了，凉面的，哎呀，很像凉面的感觉。哎，酱好多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吃一碗了？好香啊！你应该吃饱了，我刚吃，你刚吃，我操，我还没开始。好好喝哎，好吃。嗯。可以把那个馄饨加过来，一个自己的，好像鲜虾云吞捞面嘛。对啊，因为它的面条是黄色的呢。哦哟，它这个厉害，它这个有讲究哎。A B， 还有葱花，哎，这是昂昌桃哦，昂昌桃，然后再带点黑胡椒。来，到了到了到了，一场都好加油，上好加古早味。哎，你好。我们要一斤油饭，而且得几斤？这一斤较低啦，一斤较低。哦，啊，这一斤啊都提在楼啊，提在楼。哦，好啊好啊。两斤左右啊。对对对。好，两斤左右，一斤左右，谢谢。来，我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一下蒜酱，然后我们涂一下酱料。真的吗？这个配这个大家客人。可遇不可求啊！哇，可遇不可求，厉害厉害！哦哦，我的好，他吃得够吗？够！谢谢谢谢。我很喜欢他的油饭，就是吃起来很爽口，不会太油腻，而且里面的香菇啊跟猪肉都非常的入味，整个搭起来超好吃的。吃完了，对啊，我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耶，吃完了。黄面有没有像那种油面那种油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油面那个就偏比较软 Q 了，这个是有点嚼劲的，在你的牙齿之间是有点。它好像是介于油面跟港式捞面的中间，对，成功，挑战完成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家我跟你讲，这家葱油饼超厉害，五份葱油饼，就算这一关输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越比较后面我们优势越大。哦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他们会吃不下，但是我们有你就不会吃。下挂包，我看到了。我有哎，挂包是那家吗？我要你们的挂包，控肉蒸挂包三个。哇，那肥肉。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个挂包是台式的汉堡。好肥的肉。哟，这个油哇！你们的葱怎么来那么这么大一段呢？香菜也给很多。对啊，葱没吗？不用钱。地价来。菜吗？啊，是葱啊。哇，好特别，有没有葱丝哎？有葱花啦。真的耶。那我们边走边吃。好啊。没问题。我们已经快到终点了。嗯。我现在很担心看到他们出现在哪里。最后一口。最后一口。Yes。够够。喝拉面。阿林的啊，在这边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零，来，他是按了他们才会出现。1、2、3，叮叮。老板，他们回来了吗？还没。真的还没。你们第一批。耶！